日日添主席，若想變成首席相。非常之歡迎大家啦，嚟到我哋預約堂為香港健康把關見證會正式開始，請大家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星級用家米雪同埋苗僑威。大家好啊，好開心。其實今次的聚會咧好有意義㗎，有很多朋友咧，啲老友記咧，我哋係識過、見過喎，喺分享會又見過啦，喺家訪我哋又見過啦，咁啊，同埋仲有喺好多場合啊，公展會我哋都見過。三個咧，見到大家好似好精神奕奕，好醒神啦，係咪？笑容滿面又夠精神，健康係最重要嘅。如果想好似阿三哥咁有型，女士們好似雪姐咁容光煥發、青春美麗咧，秘訣咧今日就揾到啦，就係預約堂。原來咧，我哋咧經過呢個調查係真嘅，好犀利㗎嚇！我哋咧連續五年，由2008年去到2013年，連續五年係全港呢一個冬蟲夏草產品銷量 No.1， 做五年啦，唔容易㗎。醫藥堂蟲草 CS 科連續四年全港銷量 No.1， 仲有浸大中醫藥研究所雙臨床認證，日日 keep 住食，藥箱都變成首飾箱。Hello， 我記得呢個好口花花噶，譚生，我見到你面色好好喎。我今年58歲噶啦，58啦，咁似喎。改善失眠啲真係好好，連帶我啲家人、屋企人都一齊食，都係嗰句，日日食 ，keep 住食，信我啊，食啊！嗱，許小姐真係見證住時光嘅飛逝，我記得上次嚟咧。佢好短頭髮㗎，上次嚟，而家啲頭髮好長，證明佢真係跟咗我哋好耐㗎啦。許小姐，嗱，之前咧就聽講你先生咧成日瞓唔到覺嘅，咁食咗我哋 CS 科之後咧，呢個問題咪改善咗好多。改善咗，香港製造，所以我次次同啲朋友嚟香港都會買。黃生，黃生你好，我認得你。多謝呢個職婆，一見到我眼瞓啫啊！真係，黃生你啊最識揀㗎啦，係嘛？識食咗五年啦，今年70啦。咁你啊真係睇唔出個70，係咪後生咗咧？係，我都覺得我精神奕奕，充滿活力啊！你個秘訣係咩啊？咩秘訣咁？日日食重組 CS4 咯。我阿媽都87啦，啱啱上個月都買咗10盒俾佢，好精神啊！係，朝朝行山啊！呢度 hello。好啦，林林同埋爹哋 ，hello， 林林買高長大喎，仲有冇食 CS 科啊？我日日都有食噶，而家就連細佬都有食，爹哋佢將啲 CS 科放入湯裡面俾佢食噶。楊太 ，hello， 哇，楊太，靚咗好多啊！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楊太咧去買我哋藥堂嘅產品咧，係一打一打咁樣買噶。其實老爺奶奶啊，一家大細都食嘅，其實買極都唔夠分俾佢哋。係啊，我4年以嚟咧，一直都係 keep 住食 CS 科嘅。其實之前都有失眠啦，咁食咗 CS 科之後咧，就已經冇咗失眠了。誒，囡囡咧，你每日食幾多粒㗎？我一日食2粒嘅。咁自從食咗 CS 科之後咧，我鼻敏症狀就好咗，改善咗好多啦。咁同埋上堂我精神咗好多，又慳翻唔少紙巾喎，所以我都會 keep 住食 CS 科㗎。我記得去家訪嗰陣時候，陳生陳太係好恩愛嘅。我俾人問得多嘅。你哋相處咁好咁幸啊咁恩愛啊，有咩秘訣咧？最緊要有健康，如果有咗健康咧，就可以幫到大家咯。最緊要健康，大家照顧大家嚇。自從上次上電視之後，啲仔自動自覺買 CS4 俾我食，我唔使出聲，佢哋幾個咧都自己都買 CS4 去食嘅。你哋都係噶，你哋又唔好成日顧住揾錢。我上一次都提醒你啦，健康最緊要，就算如果要做今生，你哋都冇辦法享受啦。食噶，係，日日食。CS 科一定要食，日日食。知道知道啊！可以幫到咁多用家，除咗 CS 科產品好之外，仲經過香港浸會大學屬下嘅浸大中醫藥研究所初步雙臨床證實，82% 有效改善失眠。仲有獲頒 A 級優質中藥認證。產品通過重金屬、農藥殘餘檢測，有咁多專業支持，不如我哋再聽下浸大中醫藥研究所 Dr. 梁嘅講解。今次我哋測試嘅藥品咧，係由藥堂控股有限公司生產同埋免費提供啦。
咁研究結果顯示咧，服用重組菌絲嚟膠囊八個禮拜之後咧，咁嗰個改善率咧大約係82%啦。經過 Dr. Lang 嘅講解，我完全明白點解 CS4 嘅地位咁崇高。所以我哋先至可以做出咁上乘嘅產品，繼而得到咁多用家嘅支持。Lisa， 你食咗 CS4 咁耐啊，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心得啊。食保健產品最重要的是功效和質素。為什麼你會選預約堂？我是很奄尖的，我不見香港第二個牌子有大學初步臨床又有 A 乜認證的，所以我選預約堂。我以前參加兩種比賽，我的鼻成日塞住。爸爸怎樣幫你啊？是啊，那怎樣啊？我買了 CS4 加了湯和粥到給他吃。唉，都冇苦味，冇苦味嘅，不過鼻冇塞啦。預約堂蟲草 CS4 連續四年全港銷量 number one， 仲有浸大中醫藥研究所雙臨床認證，日日 keep 住食，藥商都變成首飾商。大家俾你嘅掌聲，三哥同埋米雪姐 ，thank you。希望下次我哋嘅聚會再見到大家。我祝大家身體健康啦，日日 keep 住食。藥商變成首飾商。